黄又新老师，黄金塔罗创始人，来自台湾的财富心灵教练，被誉为财富女神。大学时代年收入百万，各大媒体采访，台湾知名杂志 Career 誉他为创业达人，亿万斯创业之星杂志封面人物，花旗银行形象代言人，金星宅速购团购公司董事长。十年前在大学时代就运用秘密吸引力法则创业，一年时间就达成年收入百万，新闻媒体杂志不断报道，连花旗银行、品牌女鞋、索尼等大型企业争相邀请代言，成为台湾新一代的创业达人。看这个辣妹别太讶异，因为除了会做各式各样的早餐，她更是这间早餐店的老板娘。不过只要一到周五，她摇身一变又变成学生，超级有钱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美女老板。讲一下这个工作是什么，性质是什么？我现在是在做创业顾问的工作，但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一边开早餐店一边念书这样子。创投顾问，然后又是那个早餐店老板娘，那营业额讲出来吓我一跳。你说现在吗？对，现在差不多20万而已啦，没有很多。一个月收入20万吗？还而已，还不错啊。22岁的他，成立公关公司，与各大地产公司合作，成为台湾房产业体验行销的一匹黑马。23岁的他，已经是多家公司的创业顾问。开发商老总全额投资他开立黄金塔罗神秘商店。24岁的他，足迹遍布台湾各大院校，企业巡回演讲，透过自身经历帮助企业与个人快速成长。28岁的他，来到中国内地发展，2年时间就拥有20间房产。主要课程成为超级金钱磁铁，教你如何运用吸引力法则实现倍增财富的秘诀，教你如何潜意识的力量轻松成为有钱人的秘密，亿万富翁的金钱蓝图，教你如何改变金钱蓝图成为家族中的富一代，让钱自己流进来，教你如何建立让钱自己流进来的财富系统，求求你卖给我，教你如何让客户自己要求购买产品的7个技巧，如何让男人疯狂爱上，在人际沟通与两性关系领域上有着独特而实战的观点。他热爱全人类，将自身经验与多名世界级大师交流学习，总结出财富吸引力的终极秘诀，有效提升心想事成能力10到100倍，在全国各地分享，深受听众喜爱。我们的大脑，当你开始去设定你要的目标跟梦想的时候，脑中会不会有画面？会，会不会有感觉？会，你知道吗？强烈的吸引力来自强烈的感觉。我们的使命呢，是要帮助100万个华人得到通过得到金融的知识而能够财富自由，这是我们华夏商会的目标。他的目标，要帮助100万人拥有富人的脑袋、财富与时间自由。他就是来自台湾的财富心灵教练，被誉为财富女神的王又新。